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管协会的美食家和烹饪好手，利用周末的时间与姐妹们分享私房菜料理方法，给大家带来美食享受。为了让世华的姐妹们一同分享私房菜，共同来欢度端午节，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管协会会长潘依林特别在自家开办的加州水户餐厅作为活动场所，由美食专家、烹饪好手，包括林慧仪、黄美月、叶百合、张其芳、江瑞莹与大家分享他们拿手的私房菜，并现场烹饪了有机豆花、肉粽、花梅芥蓝、客家咸猪肉等美食。开会近100位会员一同参加了当天的美食活动。会长潘依林表示，私房菜的分享联谊活动是今年举办的第一项活动，未来每个月都有不同形式的精彩活动奉献给大家，希望姐妹们在职场与家庭多有出色表现。我们的姐妹都是在职场、商场上都是很佼佼者啊，自己的事业都做得很好。当然，对我们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身体呢，都的健康都是要把关，而且尽心尽力。所以呢，我们姐妹当中呢，有些好的私房菜，我们就来做这个交流。那希望呢，以后呢，每一年呢，都会有这些活动，因为呢，这对我们的餐桌上的那些营养跟美味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国际知名的美食专家林慧仪老师莅临指导啊。那他还无私的拿出他4样的那个私房菜来给我们分享。环球东方记者吕玉冲、洛杉矶采访报道。